家早上好呀，今天是周末，本来是休息日嘛，但是我今天还要去公司加班。刚吃完早饭，然后也收拾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我已经在小区门口了，刚打上车，师傅马上快到了。该吃午饭了，我去楼下买点饭吃。不是很想吃，因为肚子稍微有点不舒服。买了一桶小方便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包子，吃不下去，今天状态不大好，在公寓泡一碗方便面，就是想吃一点热的，暖暖肚子。现在已经晚上8:30了，我刚下班，今天真的是太忙了，早上9:30到了公司，我现在8:30刚下班，有点不去休息。